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又到了我们的晚祷时间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祷告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满祭。求主使今夜圣洁、美善和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求主的圣天使引导我们走和平与善意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求主使我们的罪过得蒙赦免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求主使主的教会和全世界得享太平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求主使我们怀着信心和敬畏离世，在基督大审判的宝座前不被定罪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求主使我们因主的圣灵在众圣徒的团契里连成一体，彼此信赖，并将我们整个生命托付给基督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。阿们。下面让我们同读诗篇第110篇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。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尸首就遍满各处。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并抬起头来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Thank you.
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啊，求你在大斋节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长途跋涉一路走来，经历了疾病、忧虑、孤独、恐惧和等待，我们的内心沉重，我们的灵魂疲惫，我们的身体备受痛苦，我们的信心不断动摇，然而你始终与我们同在。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啊，求你在大灾劫里与我们同在，赐我们恩典，无论是在我们片刻的沉默里，还是在教堂或是网上的集体敬拜里，无论是在陌生人的良善里，还是在我们向你祷告时的摇曳烛光里，无论是在聆听朋友的倾诉时，还是在细心照顾邻舍时，都向我们显明你与我们的同在。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呀，求你在大斋节里与我们同在，安定我们的心，重振我们的精神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传播你的大爱。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啊，求你在大斋节里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在我们往额上涂抹圣灰时，在我们读经或聆听时，在我们徘徊或前行时，在我们祈祷或颂赞时，在我们吃喝或进食时，都能向我们展示前进的道路。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啊，求你在大斋节里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走向十字架时，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和你的爱里，并因着从你而来的爱关心他人，冲破束缚，向贫困者伸出援手。正是在这样的爱里，你承担了我们的痛苦，并不断地将死亡变为生命。奥秘与智慧的上帝啊，求你在大斋节里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天父啊，你曾应许我们奉你圣子之名的祈求并蒙垂听，但不是按照我们的无知，也不是依据我们的罪所应得，而是按照你的圣子耶稣，我们的主基督对我们认识和怜爱。我们恳求你接纳我们的祈求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主啊，醒时求你引导，睡时求你保护，这样我们醒时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，睡时可以在平安里歇息。上帝啊，爱我们并赐这个世界作为我们家园的创造者。上帝啊，爱我们并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开辟了我们通往自由之路的救赎主。上帝啊，爱我们并将神圣之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帮助我们成圣的保惠师。愿一切赞美荣耀都归于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上帝。Thank you.
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